谢谢大家。其实我真的诚惶诚恐，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。为什么今天？其实王丽芬跟我说，一开始拍卖我的时间，这是去年提出来的。这我觉得，以我的时间既值钱也不值钱。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做一个交流，谈谈我对八零后的看法。我最早是在前年有一次会议上，后来是连续不断地听见社会对八零九零后的担忧、抱怨、埋怨，觉得他们没有希望，是垮掉的一代。但是呢，引起我思考的是，阿里巴巴的人、淘宝的人、支付宝的人、腾讯的人、百度的人，都是八零后建设起来的公司。就像刚才所有提的问题，我深为大家骄傲。我问我自己，20岁的时候能不能有这个水平、这种胆略、这种想法提这样的问题？我没有。这就是我坚信不疑的认为，我们八零后要比70后、60后、50后更加成熟、更加成长、更有希望。社会上很多人说孩子们现在不听我们话，我也在反思，我们听了孩子们的话没有？80后、90后，我觉得是我们的产品，我们没有理由、权利和责任去批判我们的产品，我们唯一有的权利和责任是完善我们的产品。所以大家刚才提的问题，我是蛮感动的，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认为一代胜过一代。最早我爷爷这一代是通过报纸来了解世界，我父亲这一代希望耳听为实，他们通过收音机来了解世界，我这一代我们希望眼见为实，我们通过电视机来了解世界，而你们这一代和你们后面那几代是通过互联网，你们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希望听见别人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想参与。这就是社会的进步。我爷爷认为我父亲不如他，我父亲一直认为我不如他，但是我们一代胜过了一代。所有的社会都在埋怨，都在抱怨，都说没有机会，都说政府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我们大家今天去看一下社会，你承认不承认，真正拿下数据来看，今天的官员比10年以前更加廉政，更加能干。今天的企业家比10年以前更能干，更承担责任。今天的大学老师比10年以前更加勤奋，更加专业知识。今天的医院也比10年以前更好。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的抓出来都是贪官，企业家抓出来是像黄光裕这样，发现的教授是剽窃的，我们发现的医院是不负责任的。但是社会在进步，我们永远要积极乐观地看待未来。在我这一代，我20岁的时候，30岁我也抱怨过，跟大家一样，我父亲为什么没有地位，为什么不是局长，我舅舅为什么不是银行里的，我为什么去应聘了30几份工作，没有一个公司录取我的。我前段时间碰到肯德基一家公司，说我去应聘肯德基杭州公司的一个助理，也就是擦盘子的，我也被拒绝掉。我也抱怨过，但是停在那抱怨有什么用？我后来变成我是那个时代没有抱怨的人。我相信那个时代，在我20岁的时候，这个时代不是我的。我相信40岁以后，这个时代是我们的。为了40岁这个时代，我从20岁开始积极地寻找社会进步的东西，寻找未来，寻找完善自己，而不是埋怨别人。找借口谁都不缺。我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交流，因为你们来意味着每个人关心未来。包括刚才90后的一个同学说，我不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，很正常。
我跟你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。我30岁的时候也不知道。我创业做阿里巴巴开始的时候，只是一个梦想，只是个理想。到今天为止，我越来越清楚了，我要干嘛。所以我想，不知道没关系，但是要心存理想，说我会找到的。我们不断地在思考这些问题，大家说社会到底怎么了？看到的全是坏的。但是我相信在座的以及今天在网上的人，假如你看到社会的积极的正面的一面，你看到的永远是乐观的一面，去改变自己的一面，你才会成功。我前面10年，我唯有没有放弃的是对未来的理想，对别人的关注，但是我放弃了自己很多的习惯。人就是这样，内和外。所以包括刚才问的所有的问题，我感谢这些问题，这些问题也许都没有解答，这个答案一定你人生去证明它。你觉得是对的，那去做。创业永远挑选最容易做最快乐做的事情。创业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你喜欢它，你喜欢这个工作，你喜欢做这件事情，那是最大的激情，最大的动力所在。如果你为了挣钱，我告诉你，永远有比这个你想的更有挣钱的东西。你选择是因为你喜欢，你喜欢你就不要抱怨。这世界上我们可以批判，但是我讨厌那些极左极右。中国社会不能再这样那样，而你们一定会替我们找到未来。今天中国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会出现，我告诉大家，60年以前中国也有过，50年以前中国也有过，40年前中国有过，600年以后中国还会有。你来到这个世界纷繁多彩，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。不是每个80后90后都会成功的，但是有人会成功。不是每个60后的人都会成功的，但是有人会成功。谁会成功？你勤奋，你执着，你完善自己，你改变，去影响别人，去完善社会，这样的人会成功。我不是一个成功学的人，我不喜欢看成功学，我只看别人怎么失败，从别人失败里反思什么事情我不该去做，从别人成功中我在反思，也会反思他为什么成功，我要学他的成功还是学他的精神。所以没有什么抱怨，坦荡的看自己，做自己。刚才有说怎么做自己，我们做自己，你问自己自己问题，我有什么，我要什么，我愿意放弃什么。就像我刚才说，我们人生到这一世不是来创业的，不是来做事业的，我们是来体验生活的。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，怎么可能公平？你出生在农村，盖茨的孩子出生就盖茨家里面，你能比吗？但是有一点是公平的，比尔盖茨一天24小时，你一天也是24小时。这24小时，3个8小时，8小时你在路上走，在挤公共汽车，在走路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你这时候需要好的朋友。还有8小时。你睡在床上，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你这时候需要床，有一个好的床，床上有一个好的人。还有个8小时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那就是工作。假如你工作是不开心的，你做的事是你不爽的，可以换。千万别做坐在这个工作，讨厌这份工作，我觉得这些人是没有意义的。娶了这老婆，天天骂老婆又不离婚，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想每个人要清楚，世界不公平。你如果想改变它，第一告诉你不可能，第二去从政去，也不可能。只是人可以不一样，出生的条件不一样，但是人是可以幸福的。你是幸福是自己去找的，
我以前走过最感受走过零工城市的创业者，那些打工者，我对他们尊重，到城市里来打工就是创业者，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区别，只是我走了这条路，他们走了那条路。每次走过这些工棚，听见里面的一声笑声，非常开心的笑声，我进去发现他们在打牌，两三块钱的赌注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幸福其实很容易找，盖茨并不幸福，幸福是自己找出来。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，我刚才讲，但是我们的价值体系，我们的文化体系受到了摧毁。最早新文化运动摧毁了旧文化，没有建设新文化，文化大革命又把我们的很多价值体系给搞乱掉。所以今天有的学者来讲，我觉得我并不完全同意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，好像有了一套法律我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情美国发展是因为法治吗？就是说这个人漂亮是因为鼻子漂亮，不对。大家记住，美国的整个经济的美国社会的发展，它是基于基督教文化的，在基督教文化上面建立一套法律体系，在这个法律体系上面建立的政治体系，在这个上面建立起他们的领导人的选举体系，整个体系比你想象的复杂多，而这只是简简单单一部分。假如我们今天在价值文化体系给摧毁的情况下，我们随便从西方拿一点规章制度和法律，站在这就等于沙滩上建楼，我们建不起来。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找回价值体系，让我们的年轻人明白，不要怪别人富，不要怪人家有钱，而是我如何改变自己，对社会有贡献，我寻找快乐，寻找幸福感。创业不会给你带来幸福感，它会给你带来快感，但是快感的背后会带来很多的痛苦。而真正的幸福感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知道给别人在做什么，你会逐渐逐渐从痛苦中找到那些快乐。我坚信也坚定不移，你们会为我们，为这个国家，为中国找回价值体系，而这才是中国真正腾飞的时代，永远是如此，一代胜过一代。而最最高兴和骄傲的是，我从你们眼光里看到了希望。所以今天请大家，我们不要抱怨，如果你想成功，看任何问题积极乐观的看，就是这个时代还不是你的。我刚才就说了，你们有权利抱怨，但你们没有资格抱怨。等你们四五十岁的时候，你们有资格抱怨，但你没有权利抱怨，你必须把它干好。今天你们还没坐到那个位置，20年以后别轮到我们抱怨你们，你们当年吹得很牛，现在轮到你们干，你给我试试看。所以准备20年以后的你们，中国是你们的。毛主席说世界是年轻人，我今天是觉得他讲得太对了，一定是你们，只是今天你们还没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那个位置有多么的痛。所以我今天来讲创业，我的网站公司将会全力的支持大家，但是我不想来谈怎么具体怎么做一家公司，碰到这些问题在网上可以交流，我们有个云计划可以大家交流，我不想在这儿做广告。但是我最主要是人的心态决定姿态，再决定你的生态，心态好了自然会好起来。你们要比的是20年以后谁能够成为这样，至于哪家公司哪个行业，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、新浪、微博抓住了这个时代，什么是下一个最好的机会，告诉大家，上一世纪的商人以抓住机会为成功商人，下一世纪的商人企业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人，才真正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。去想你为未来，你为社会能够解决什么问题，
这样的人才真正会成功。而真的要做这件事情，从完善自己开始。 Nobody is perfect， 没有人是完美的，社会不可能完美，因为社会是由所有不完美的人组织在一起。你的职责就是比别人多勤奋一点，多努力一点，多有一点理想，世界才会好起来。我就是这么走过来，我没有任何理由走到今天。唯一的理由，我比我同龄代的人更加乐观，更加会找乐子，更加懂得左手温暖右手，相信明天还会更好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